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高级感的一个灰色连衣裙，我给大家穿一下。大家一直叫我出一款今年比较流行的灰色连衣裙，而且是不要太长的。另外呢，这一款呢，它是有两个系列，有短款还有长款系列的。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。这一款的话呢，我买的是 M 码的，然后还有最小号 S 码我没有买，我想试一下这个 M 码到底有多大，再穿在我身上。我买的是一个短款的，然后这个短款的话是不限身高的啊，都可以穿的。它整体的版型还挺宽松的啊，然后侧面这里还带个口袋。外面一层的话，这个是有一点半透半透的啊，然后里面是有个内衬，就不容易走光，就不用穿安全裤了。然后在后面这里是个拉链设计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后面，它整体的腰线就挺高的啊，这样会拉长我们身材的比例，会显高显瘦的。它的袖子也挺好看的，它是一个下面是个松紧的啊，一个泡泡袖啊，做了一个这种褶皱的设计啊，很有质感。现在我们把它穿上身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好了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袖子这里呢，泡泡袖的设计还挺好看的啊，没有说很夸张啊，然后也没有显肩宽，因为这个高级灰色嘛，多少它是有一点显瘦的效果的啊。今年特别流行这个灰色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体，下面就搭配一个小凉鞋穿。这件裙子的话，我买的是 M 码，我觉得穿上身的话是刚刚好的。这个裙摆呢是个 A 字版型的，是特别大的，对于腿粗的宝宝们是非常友好的啊。这个里面呢是有一层内衬的，所以它不容易走光啥的啊。它的面料呢摸上去手感都还不错的，挺柔软的，也没有扎人的什么的啊。穿上身也很舒服，它的腰线还挺高的，是做到这里的，然后下半部分的这里肚子呢是可以完全遮住的啊，然后像肚子大一点或者肚子小一点的根本就看不出来，后面看侧面看都挺好看的啊，穿上身我觉得也挺减龄的。这件裙子的版型我只能说是它是比较能遮肉的，而且还很显瘦，另外它的颜色呢也会显得整个人很高级啊，也很气质。好了，那这期裙子的话呢就分享到这儿了，如果喜欢小小视频的话记得关注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